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宝，又是我，又是你，你又在看我，我又出现在你的手机里面。今天啊，我又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，然后这个东西呢，比较难，比较烧脑，具体是这样，它是一个拼图，啊，这个拼图呢，纯白的，总共呢有1000块，啊，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。打开之后呢，就这样一袋，1000块的一个拼图，然后还有一个，最后拼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我这种选手肯定不需要这种东西的，所以看都懒得看。我觉得可以开始了，这个白的看着都眼花缭乱。从哪开始呢？从四角开始。先把边角拼出来，边角的话，它就肯定有一面是平的，还是非常机智的。嗯。啊，这个不得把眼睛找瞎了，这东西。哇，这块好，这块好。这个是两块平的，这个，肯定是四角的一个。这能不能跟它拼在一起呢？不行，还是不行。选手肯定不需要这种东西的，需要这种东西的。到了耶！你四角的都已经没有了，我突然感觉今天我能把四个边拼出来，我已经庆幸了。哇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都拼睡着了，我都。这不是一般人能拼的呀，这个东西，绝对是二百人能拼的东西，太恼火了，这个拼贴。就是靠背面这个字母来做，因为这背面这个字母它都是连在一起的。我就怕我有的这种边边角角的在这里面我没看出来，因为就比如这个 C 板块，我拼到一半之后发现没有一块能拼上去了，我就怀疑我都在这里面。哇，绝对不是一般人的拼的，真的。我怎么敢买这个的呀？结束了吧？不行了，可能再过个2天，或者再过几周，再过个1周，可能会有成品。出了成品再说。对，这次就先到这儿吧，累了，拜拜。